大家好，我是三毛教主团长，又来到官方固定周三晚上六点才会公告的周版本更新啦。一样有 YT 字幕，懒人包放在右边，供大家直接看。然后想要看文章公告的影片内容，下面都会放连结，让三毛带你们进入影片主题吧。 本次十二月二十三号周版本更新时间一样是早上六点到八点，周版本维修奖励一样是没有诚意的魂光跟铜钱。那我们进入更新内容，第一个主更新的话是新卡池开放，这个对酒当歌，嗯，分别是古伦德、秦维刚跟葛云三个英雄的精选池。 这三个人在 PVE 跟 PVP 的优先程度都很低。如果有想要抽来练的，建议是可以省下资源等一月六号的新角色。那如果是有缺一只角色的精选值特性，精选值特性的话，可以抽一只稳定重排毒就可以了。 那顺带一提哈，我在举办那个我的那个什么啊、呃，最最值得投资资源角色投票活动当中，葛英两票垫底，行为刚两票垫底，然后古人得比较多一点，四票倒数第三名，跟第一名的宾离两百八十一票有巨大的差距啊。 那这三个人除了优先程度低之外啊，热门程度也很低。最后提醒一下哈，推算《仙剑奇侠传》倒数两钟等于十四天，我推算大概一月六号会有新角色。那这次刚好到一月五号了，所以可以在一月时观望要不要抽这一次联动。通常都会提早宣传，就是希望如此，希望如此。 那第二个主更新的话是现实活动“祈念之人”，大家习惯的用三千九百五十转爬楼梯换造型。然后这个造型的话，可以这边有官方 PV 可以看，大家可以看看，呃符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啊？虽然它是没有改什么特效，这个造型没改什么特效的感觉，不过我觉得是风妈现在最好看的造型，我自己应该是会抽完的。 老样子就是无氪跟微氪啊，就是呃可以乖乖抽免费抽就好，免费一抽就好了，或者是以外观卷，以外观卷为目标，因为毕竟奇念之轮是外观卷重要的来源之一。想要造型的就不多说了，三千九百五十钻交出来就对了，提早出货省下的钻都是赚到。嗯，那第三个主更新就是大家熟悉的盘子礼包啦。 那第一个是太玄秘藏，这个东西好像上个礼拜才推出哦。气话真的是很懂人心啊，这个礼包一定是卖得很好，不然为什么会推出两个礼拜呢？一律推荐买太玄秘藏，一个账号的强度啊，呃，还有价值也跟那个视频的种类有关系。这句话大家应该都能同意吧？有王喜。 有暴击头的，呃，暴击手的账号有种尊爵不凡的感觉。虽然买了这个礼包，说不定会是绿水就死了啦。嗯，好，再来的话是匠心材料箱。匠心材料箱的话，这个说起来比较认真一点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不建议买，不建议买。杜甫有推过单卖就是食水的。 会比较便宜一点点，目前真的不太缺食水了。那台服生冰系统，大家推算还要在三个月吧，而且活动给的食水有，嗯，还蛮足够的。我个人觉得啦，如果没有乱玩的话，食水大家应该都还有剩。那最后就是这个圣诞节礼包啦，那、这个圣诞节礼包如果认真要这个买卡。 来算的话，大概是约九百五十元去买九百二十八钻，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铜钱。嗯，其实呢，嗯、不知道哪里有圣诞节的感觉。这设计这个礼包的，这很不大方哎、欸，这是超级不大方啊！用那不如用这个八八八元去买八八八钻加八个十字印，然后再加铜钱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 嗯，那如果想要囤钻的话，可以这个圣诞节礼包。如果你想囤钻的话，可以买这个圣诞节礼包。不过我比较推荐拿一千元去看圣诞节去看蜘蛛人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哈。好了，那结论就是这一周其实还蛮养生的。迷事，而且迷事之一刚好是这今天结束嘛。迷事一结束后没有新活动，圣诞节也只有给礼包，感觉是一月六号。 感觉就是这个日期，大家可能注意一下，感觉是一月六号《仙剑奇侠传》联动前的临近养生周，大家好好囤资源吧。好，本次更新内容如上，如果对更新有什么看法，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讨论，三毛看到都会回复哟。本次物呃本部影片到这边结束，我是三毛教主船长，若喜欢我的懒人包系列影片，记得帮我数字三连墙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 想看我继续分享其他影片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